对我蔡龙啊要收股份哦，你就知道的啦。讲怎的？一句话啦，恁公司到底要做歹做？当然要做啊。一文，李子是不是更好势啊？是，李子就选在后礼拜三，贵宾名单嘛一定放在董事长的办公桌啊。真好，啊，既然李子已经确定啊，该麻烦蔡董把时间留落来。我知影你足敬重新民的，所以哦，朱丽子，就给你做。废话，啊无你哦，我占五十一趴的都嘛是我，啊无嘞。喂爸，江大不是要跟你争啦，因为知影根本就无资格啦。好啦，讲好就好啊啦，要来回家啦。你这个办公室哦，加坐一分钟哦，你要规身躯要起疹毛啊。我送你，顺家。爸，因拄则讲的每一句话拢甲你口舌，就敢那你哦有放在咱忍耐。伊这人真阴天的啊，玉莲，你都不想追恁啊？操劳酸开外，那可能遐个顺境去啊。伊应该就其他步骤。伊敢是真有够资金，把迄长寿村买落来，迄毋是小数目呢？担心啊，可能看出本事啊，当耐心啊。傻儿子，你拄只表现得袂歹呢啊！哇，你哦，平常是伤过正经啊，上工有咧即款，欠架势啊，啊不过乌马乌人跳，以后哦，尽量较强哦。我知影讲串教啊，你也是去做主的，都来个吹落，免惊啦。阮师傅我讲啊，正月里有得买海土地啊，竟然用公司的名去向人投顾啊，贷款，而且贷款利息比般行情管真济啊。江鸟投顾，对江有里未了金主啊，当初江有里就是用江鸟投顾的法人代表，来自国阮世界集团的。可是是一个正牌的公司，那我可能找一个。拿主角，够犯罪前科的人来做法人代表，这一定是江有里的人头公司。哼，这个江有里个真正就厉害哈！啊，你唔拿有钱哦，会当买长寿村的土地，而且啊，佮当替家己公司赚利息嘞。啊，你唔就等于是啊，家钱哦，为豆皮大地啊，放入去假皮大地啊内底。啊，不过严格来讲，伊无犯罪啊。林江，你怎么？伊个操作准摕落来，上来对操作线已经出招的。喂，啥？操作线工地熄火啊？还有人受伤？我去甲影响上严重过地质处理，恁去关怀一下。多谢。江有里才多甲长寿村签约呢，草庐山这边就随出一弯，这绝对不是假的。敢讲这场火烧是江有里布出来？董事长，采访什么代志？草庐山。不要开工。